些影像或是你们 model 或是商业设计的一些产品的时候，你马上拍完要看它好不好，或怎么看？你是要从那个观景窗看，或是像机器，你要把那个显示的打开嘛，哈，很不方便。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想说，哎，那如果可以让我们相片大师在拍摄的时候，让大家可以随时马上拍，电脑马上看，做不做得到？来，这个工具出来了，它叫连线拍摄。连线拍摄，而且我们的拍法并不是说让摄影师很忙哦，我先过来这里，然后按拍，然后再过来看，这样知道吗？来，我楼这里就运动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把功能做得更强，也就是说，你直接透过相片大师就可以遥控这台机器，那是不是无线遥控？是无线遥控，遥控这台机器，遥控它直接拍摄，拍完之后东西直接就出来了。这样子好是意思吗？那它的做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，你只要有一条线 USB 的线就好了，可以接到你的机器上面。那接上去之后呢，工具人把相片大师打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拍哦。好，首先老师把相片大师打开之后呢，你只要机器都接好之后，只要接上去就好了。那它这里就会有一个备份的工具，在左下角。下面有个工具叫连线拍摄，看它，这一台 Canon 机在这儿，你点它。好，有的时候它会跑出这一条框框这条线，那这条线是什么？光圈、范围、刚才走值，这边都有，可以直接设定。然后怎么拍？按下拍摄，拍了，进来了，有没有很方便？东西嘛，应该可以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可以马上拍就进来了，不好，马上调数值，然后马上再按，它就可以拍。